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天桥德云社剧场观看我们今天的北京德云社相声大会。那首先呢，就请您欣赏相声《学哑语》，表演者李鹤彪、杨鹤通。这回给我们哥俩又换上来了。哎，你看主持人报完幕，是往台底下走，我们哥俩呢往台上走。嗯。他在前头，我在后头，没错。往上一走，我就听底下有惊讶声。什么声音？第一眼先看见他了。对呀、啊，哇塞，这是个人吗？我怎么就不是人了呢、啊？以为谁家那猪圈没关好呢，跑出来了。我是那猪，是不是？你也太客气了也。我这还客气呢，我都猪了，我还客气你？长得是稍微胖一点，哎，啊。但是相声说得好，还行。相声四门功课，嗯，说学逗唱，对，人家是门门俱佳，可不。说到这儿了，嗯，这四门功课当中，您最擅长的是哪一门？您说我呀，啊，要说最好的，得说是学。哦，对，这个学字最擅长。对对对，学都能学点什么呀？那学的太多了，你说说，学个什么天上飞的，嗯，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坑里蹦的，学个什么聋子打岔，哑巴打手势，都能学。哦，这个都能学。哎，光说不行。怎么样啊？当着在座的各位，嗯，我能烦你一出吗？哦，就点我一个。对，可以呀、啊，好不好？可以，可以。这样，嗯，你给我学一天上飞的。学一什么？擦屁股纸。擦。你来一个。这擦屁股纸怎么在天上飞呀、啊？风刮的呀，风好吧，这风给刮起来了，是不是？你学那用过的那个，你哪点看出我像用过的呀？你扭曲一点，我扭曲，我还扭曲点，这学不了，这来不了，学不了。那地下跑的能学吗、啊？那能学了。那学一地下跑的，学一个擦屁股纸。这怎么又在地下跑了？风小不好，没刮起来，好嘛？您这太可恨了，这也学不了，这也学不了。哎，水里浮着能学，这能学了。那学一水里浮的，学一什么呀？学一河漂子，呵，就淹死那个，淹死那个啊，这个不用学了。怎么？已然很像了，已经泡糊弄了他这个，合着我这不是胖，是泡起来的，是不是？哎、您这说这也学不了，这也来不了，来不了。草坑里蹦着能学吗？那能学了。学一草坑里蹦的，学一个，学一个蚂蚱，蚂蚱，哎，这蚂蚱怎么学呀？学蚂蚱那表情啊！不，行了行了，您这已经很像了。嗯、我头回听说蚂蚱还有表情，你这，尤其是学那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对，那蚂蚱脸上就剩眼睛了，没别的。这个来不了，这学不了。我跟您说，您没明白啊。我们前边说这些呀。那都叫画佐料，嗯，真正能学的，学个什么聋子打岔呀，学个什么哑巴打手势啊，这都没问题。哦，这是真正学的，那是。那咱这样吧，怎么着？咱哥俩在这学一回。哦，咱俩人学一回，好不好？学一什么呢？咱学一回哑巴打手势，可以呀、啊，好不好？行啊，我来那小哑巴。哦，您来这小哑巴，好不好？哦，我学哑巴，可以可以。你也别闲着，我干嘛呀？你学那哑巴翻译。哦，没问题，好不好？那可以，但是对你有个要求。什么要求？简单的哑语、手语、嗯、你都懂吗？哎，我还跟您这么说，日常用的我都会。是这话？那是，光说不行。怎么着？我得考考你。哦，您还要考考我，好不好？行了，哎，来，你看看这个，嗯，这是什么？嗨，这别说哑语了，平时我们也用啊。这是好啊，嗯，好都知道。哎，对，来瞧这个，嗯。这更没什么了，这是好上加好，啊，这也知道。对，哎，瞧这，嗯，注意瞧啊啊。好，嗯，停止，不对，打住，不对，那不知道了，不知道了，不知道了，告诉你，记住了，这是这个，顶好，顶。哦，这顶住了就是顶好，哎，是是顶好！您这是什么哑语？这个、哎、就像这还有吗？有啊，你再来，再瞧这个啊。嗯。这是好啊？不对呀、啊，那这是没法再好了。怎么是没法再好了？没法再好了，这都揪了去了，是不是？哎、您这什么哑语还有吗？有啊，你再来。
来，瞧这个。嗯。嗯。这是二啊。二你都知道。那这没有什么二啊。好。来，瞧这个。啊。这是推二是吗？哼，人家告诉你了，你这个不算。哦、行行行，你再来。再来。嗯嗯。这是什么？这是。啊，这巨二，对对，咱也不知道这叫什么哑语，这叫聚一下就聚二，行行，再来再来再来啊！哎，大伙儿跟着一块儿猜啊！嗯嗯，这是诈尸啊！这是，我诈什么尸啊？废话，你这蹦的什么的？你这个不知道这是什么呀？二人转。这举着俩手指头蹦一圈就二人转，是不是、嗯、这不人转一圈吗？嗨，这都什么玩意儿啊、哎、这江浙还有吗？有啊，再来瞧这个啊、嗯、啊，这没有什么了。嗯，两撇胡子，这老头。哦，老头知道、啊、那是。再瞧这个。嗯嗯嗯。哎呦，行了行了，您说这满脸褶子，嗯，梳一嘴儿，哎，拄一拐棍儿，对，这是老太太、老婆。不过没有几个老太太像您这样，您这癫痫，您这个不是癫痫，缠足啊，小脚哦，惟妙惟肖。哎，还有吗？有啊，你再来，来瞧瞧。嗯，嗨，数的这是钱呢，钱也知道。嗯，瞧这，再来。那开的这是车呀，车也知道。那这没有什么。再来，来瞧瞧。嗯，嗨，睡觉的房子，这是家。家都知道，这没有什么。您来点难度的，有难度的那个来一个。行，我就不信难不住你。哎，来瞧这个啊。哎，冰箱，不对。微波炉，接着猜，不对。那不知道了。不知道了，不知道了。告诉你，记住了。您说说，这是四四方方，嗯，一块豆腐。那后边这，这是冻豆腐。哦、冻豆腐、哎，好嘛，冷啊！我又行了，行了。您这叫什么哑语？这叫冻豆腐，这叫。这是没上过学的小哑巴。您来点上过学的，来点上过学的。哎，考你整句的怎么样？哦，一句话，好不好？来呀，一整句话。可以。注意瞧啊。没问题。嗯。猜这个，一整句话。您这什么玩意儿？这是猜得着猜不着？这不知道了，不知道了。您说说，一整句话呀。嗯。七点看新闻联播，怎么就是这句话呀？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您来了，七，啊，点，看，新闻联。播，您这叫什么玩意儿？就播是不是？咱高就高到这播上了。嗨，您这就是上过学的，是不是？你别说，前面还都知道啊，基本上我都会。再来一回啊，咱表演一回。有个故事情节哦，这里还有故事呢。对，那您介绍介绍，您说说好不好？嗯，咱们两个人呢，好比是发小哦，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哦，发孩。后来呢，分开了不见面，嗯，很多年了哦。两个人忽然在大街上碰见了，哦，偶遇，哎，嗯，咱们两个人要聊一聊天哦，回忆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哦，就这么个情节，好不好？可以，可以。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行，一学有意思极了，是吗？我这一拍脑门，这就是信号，这是什么信号、啊？就不能说话了。哦，您就是这小哑巴了，哎，可以。这个哑巴呢，讲究三直，哪三直啊？眼直、心直、腿直。哦，这么三直。你看我这三直。那咱来来，说来就来。好嘞，好嘞。来来来。哎哎哎哎哎哎哎！我这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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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嗯，您这又炸一回尸是不是？什么叫又炸回尸？废话，怎么了您这是？哑巴讲究三直嘛，眼直、心直、腿直。不是，您这太硬了。那怎么着？你软乎点，软乎点，哎，软乎点啊，软乎点。哎，吓我一跳。
我说您又瘫这儿了，要死了是不是？你不是软和一点吗？你这太软和了，您这也还不能太软和。废话，这一拍脑袋追这儿了，您这儿的开关是不是？那怎么着啊？不是您这自然点儿，自然一点，您像人一样的生存好吗？显得我不是人，就本来就是嘛，明白这意思了吗？那行了，哎，再来，再来啊。哑巴，哎哎，这哑巴有答应的吗？你废话，有大街上叫哑巴的吗？这怎么还不能叫哑巴呀？你废话，十哑九聋啊！哦，我听不见。哦，不能说还听不见。对呀，那我应该呢？你跟我比划呀。这回明白了，有叫哑巴的吗？啊、对不对？再来一遍。啊、死胖子，还别骂街呀！俩哑巴，不是，我是怎么意思倒是啊？我哑巴，你得会说话呀。哦，嗨，我这一直没明白，这回明白了。你就说您比划，我来翻译您这语言。你解释我的意思。知道了，知道了。这样，再来，再来，再来。他跟我一块，哎呀，一块吧。什么人？最后一回，最后一回。再来啊！哎。这不是我们街坊小哑巴吗？好好看看我，想一想，想起来了。好家伙，哑巴还真亲热，你看见没有？啊，想起来了。啊，我们俩，这您可能您看没看明白？他说我们两个人啊，是从小一块儿长起来的。不不，哎，对对对。不，嗯，啊，我，不，你，不，嗯，不，哎呀，不，好，不，我要是没看错的话，他可能是这个意思。他说我们两个人呐，分开，不见面，七八。年了，您这也太年了，你这个，哎呀哈，你记错了，九年了，爸爸啊，九年了，哦，爸爸，对，九年了，九年，哑巴，你要再练练，你就说出来了，知道吗？可不九年了吗？哇塞，哇塞，您这感叹词还真清楚，是不是？啊，我啊，小时候，啊，他说我小时候还胖。我都不好意思说了，他说我长大了怎么瘦了。不过您各位别笑，我确实小时候比现在还胖，那肉宣极了。我跟你说呀，不不，就干我们这工作，不，就我们这工作，哎不，说相声，说相声，哎不，东跑西颠的，累瘦了，哎不哎不，啊对，不不，说相声，哎不，对对对，哎不不，杨哥，杨哥有，快快，恨你的吧。你再糟践我们这玩意儿，我弄死你，知道吗？还去你的吧！还，他最后一还真清楚，你看见没有？啊不不，就说相声，不不啊，东跑啊不不不啊，对东跑，对，哟，哎呀，这西颠就别学了，啊不，哎不，啊对，累瘦了，不不，对对对，啊我小时候，哦，他说我小时候胖，嗯。啊，我小时候这腿跟柱子似的。我小时候这胳膊跟那房梁似的。我小时候这腰跟那水缸似的。我小时候这脑袋不是。
跟蒜似的，是不是？大比这大，大，还大，还大，好，改气球了，不，嘣，别拍呀，他给我拍炸了，你看见没有？啊不，他就这么大。啊对对对，没有，啊对对对，别不要，嗯，我小时候，啊不，这脖子。跟馅儿似的，是不是？我这么大脑袋，这么细的脖子，我耍流星来了，我。哎，我就别耍了，就也这么粗啊。不啊，对对对，啊，也这么粗。嗯。哎，怎么了？这是？啊，别别，我。哦，这是我。哦，比我大一辈。嗯。不，哦，我们家，不，哦，个头到我这儿，不，有一大肚子，不，你说这是米其林，哪有那么些呀？就一个大肚子，不，啊，对，哎，不，咕噜噜，咕噜噜，揉俩铁球，咕噜噜，吞了，不，嗨，不是，咕噜咕噜。好嘛，噗噗噗啊！咕噜噜，就别往嘴里搁了。哟，行了，行了，这弄一铁球上那，这好循环来了，是不是？这真是自己不嫌自己脏，你看见没有？他就揉，不，哎，不吞。啊，啊，这是，哦，少一只鸟。嘿嘿，别窜呀！给鸟洗澡来了，这是。喂，这个，这是我爸爸。哎，别答应啊！喂，嘿，你看他变化，他还真巧妙。那意思就问我爸爸怎么样？哎，嘿，你看这答应的啊！你说我爸爸呀，死了。喂，没了。不，就死了。你别太不明白，就是，死了，就是，烧了，哎不，爸爸啊，我爸爸，对，死了，烧了，哎不，你他还不信，不，啊，你说我爸爸身体好，爸爸，嗨，你不知道。得点暴病，脑淤血死了。爸爸，哎，当，嗯，哼哼，该，哦，还该呢。我爸爸拿枪崩的，是不是？不是，他是脑淤血。爸爸，哎，当，改这边了。休息，还休息呢，还？不是，这脑淤血。爸爸。乱枪打死的，那行了，还学呢？你怎么不就是得病，脑淤血死了？啊，爸，啊不，啊，这哑巴还真有死的潜质。不，嗨，他不是炸了，就是脑淤血死了。不，啊，对对对，啊，对对对。哎，又怎么了？哎，爸爸啊，我哎，爸，啊，我们家不，啊，这是我爸，比我大一辈，爸爸，不，满脸褶子，不，梳一嘴儿，爸，行，拄一拐棍，爸，这是我妈呀，没死，别烧了就，别烧，那手烧了还，这我妈。身体好着呢，喂，啊，身体好着呢，哎，你看他还知道道歉，哎，又怎么了这是？没，啊，我，没，啊，我们家，没，这是我，没，哦，跟我平辈，
比我大一点。戴一大檐帽。有肩章。还立定呢，这哑巴占树木字零级了，我告诉你。你说当兵，这是我哥哥呀。去，像话吗？跟他聊会天，我们家家破人亡了，又跑那边烧去了，又，别删了，灭了，还灭了，别删了。好家伙，我哥哥身体好着呢。哎，好着呢。你老会道歉，你又来了啊！你还没猜着，哎，这还真突然，又想起什么来了？啊，我们家，这是我，跟我平辈，比我小一点，梳着大波浪头。挎一小包，高跟鞋，这就别比划了。哎呦，行了，好家伙，行了，您这太惟妙惟肖也不行啊！我告诉您，这是我妹妹啊，没死，我这紧拦慢拦差点没拦上，没死啊！我妹妹好着呢，哎，好着呢。又来了，哎，还得晃我一下，又怎么了？阿伯，我妹妹，伯伯，哦，你说我妹妹今年28，阿伯，你记错了，30了，阿伯，30了。哎，这小哑巴没想好事儿吧？看着吗？你，你说你31，谁问你了？我妹妹，你说把我妹妹从家轰出去，那不成。不成，不，我妈还不干呢。怎么了？这小哑巴音乐性还挺好。你要给我妹妹抬轿子去，她不坐，不坐，不坐。阿伯，不怎么了？不是，不又怎么了？阿伯，我。阿伯，我是我妹妹。阿伯，明白了，你要带我妹妹演电影去，不行，相声都不说。阿伯，我太急了，你看见没有？阿伯，不怎么了？阿伯，我。妈妈，我妹妹，阿伯，我是我妹妹，阿大哥，明白了，带我妹妹演话剧去，不会，她不行，她不清头，阿伯，我怎么了？阿伯，这个，阿伯，这是我妹妹，阿伯，这个不，这是你。这小哑巴什么都懂，你看见没有？你这不流氓行为吗？我先把我妹妹拿出来吧，这是我妹妹，我先给我妹妹包上点吧，省她冷。哟，还开了。哎，这是你，
别，还骂街呢是不是？哎，别，你呀，甭折腾，小哑巴，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让我妹妹嫁给你，不成。他这数钱跟喂猪似的，你说你有钱我们用不着。行了行了，你这车喇叭比驴叫的难听。你说你有车，我们运车。你说你们家有大房子，我们有的是。告诉你，我妹妹要嫁得嫁个会说话的。我会说话。去你们。好，下面请你欣赏相声《洪阳洞》，表演者谢金、邓德勇。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谢谢。刚才啊，二位老师表演了一段，嗯，说的也非常的精彩，啊，连说带比划的，有点非常的热闹。刚才站在桌子外边这位啊，逗哏的演员，嗯，得重点的介绍一下。您说说，姓李，对，叫李鹤彪，对。后台呀，我们管他叫彪子，哎，就这个彪子。别胡说，彪子。你别把他个人爱好说出来。对，爱好婊子的彪子。嗨，您倒真实在。是是是，而且性情中人。对，没事啊，打个记者呀，经常的给德云社露个脸呀，经常惹事，上个电视啊，了不起的人。嗯，刚才给他捧哏的那位呢，大胖子一个，姓杨，叫杨鹤通。哎，杨鹤通。嗯。杨鹤通老师相声说的也好，不错，模样啊，长相啊，也非常的有特点。哎，您看那个胖劲儿，哎，长得挺耐人的，嘿，模样长相啊，长得跟元帅似的，跟元帅似的，是不是？什么元帅？天蓬元帅。您别糟践猪行吗？你太讨厌了，我跟你说。你老这么说人家干什么？不是说，哪有这么难看的猪？哎呀，但是二位配合的非常的精彩，比较默契。下去稍微的休息休息啊。这场呢，把您更换上台。哎，聊了半天了啊，大家都认识您，有熟的，姓邓，哎，叫邓德勇，是我。提起邓老师啊，朋友们可能不了解，还有不熟的。提起他的老恩师啊，只要是听过德云社相声的，都特别的了解。对，张文顺先生是，那是我老恩师。哎，你看看，刘平老郑，大家哎，大家戴个眼镜是吧？哎，德云四老之一，对，也是我们德云社的创始人之一。对，哎，不是，所以说他的离去呢，你不对不对。什么叫创死人？你就不怕他找你来是怎么着？哎，这么着，他是叫创始人。什么？始人。哦啊，把屎都创出来。哎呦，所以说这个肇事不对的，开创历史的人物，创始人，开创历史的人物，张文顺先生的高徒，哎，邓德勇老师啊。说实在的啊，拿我个人来说啊，我打心眼里。特别的尊重您这个说相声，呵，打心眼里啊，特别的作践你们这个说相声。您这叫什么？什么叫作践我们？就是特别的爱惜呀。那么您不是说相声？你看看呀，啊，谁干这个呀？哦，您不是？我不是说相声。那您是？没瞧出来。瞧不出来干什么？仔细看看，像一电影演员。哎呦，我像电影演员啊！我像哪一位？阿凡达，大长腿，肚脐眼儿就开气儿了，有点意思。甭说那废话，嗯，没瞧出来，说没瞧出来，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仔细看看，嗯，没瞧出来，没瞧出来。您说，你用你所有的眼好好的看一看。什么叫我所有的眼呢？这。就这俩眼睛看不出来你是不你用你那个眼儿好好哪个眼儿啊你呢看不出来没瞧出来瞧不出来啊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这您说说吧我是一个戏子哦
那您跟何彪差不多，怎么他是婊子，您是戏子。哎呀，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哎呦，你们俩凑一块儿了。我是一个唱京戏的。哦，哎，京戏，唱京戏的一个大老鳖，大老板。好家伙，京戏。唱京戏的一个大老板。您是唱戏的。没瞧出来。瞧不出来。也难怪。啊，我老么些日子都没唱。好，这叫怎么说，什么叫老么些日子，就是 so long time no song。您说说我们能听懂的话行吗？就是好长时间都没唱。哦。我现在呀主要是搞一搞啊幕后。幕后。幕后搞一搞。您在幕后搞什么？拉大幕。拉什么大幕？不，幕后搞搞，可不就拉大幕吗？幕后我搞一搞创作。哦，后边。对，搞创作。搞一搞创作。哦，我发现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嗯，什么问题？很多的传统的京剧曲目呀，啊，现在的年轻人都特别的不能接受。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你不喜欢？哎，我，但是我现在倒是最近改变了一些传统的京剧曲目。您有这么大本事？哎，您把这个传统剧目能改了？对对对。哎呦，你比如说有这么一出戏 啊叫《洪阳洞》，这可是老戏啊。这您听说过吗？哎呦，太听说过了。您知道什么意思吗？意思知道，剧情基本是这样 啊您给说说。老英雄杨继业啊，遭奸臣潘仁美迫害致死，是，把这个尸骨啊就藏在这洪阳洞。这个杨六郎呢，想派这个孟良去盗这个是鹦鹉，到那去以后，孟良跟焦赞俩是好朋友。孟良去了后，焦赞后头跟着，孟良不知道。进那洪阳洞盗这个老英雄这个骨的时候，就听后边有声，以为是有人，有奸臣那了，回头抽不出宝剑来，咔就把这个杀了。杀完了以后，这焦赞一看，哎呀，孟良跟这什么焦赞呢？这是我兄弟呀！哎呦，我怎么把他给杀了？你来一道跟我说一声，你像这话怎么说的？这心里头过不去，俩人把兄弟啊，让别人把这尸骨送回去，自个儿拔剑身亡。回去杨六郎一听这事儿，哎呦，怎么这么一口气上不来？这杨六郎也死了，这叫三星归位，也叫三翼宾天，知道吗？您说这叫神马玩意？不是，你怎么这么说啊？您这典型的是琼瑶版，这怎么还琼瑶版？您这是悲剧，他就是悲剧啊！你杀我，我砍我，自己自杀啊，吐血而死啊，这不他妈吃饱撑的吗？就哎呦，您杀来杀去杀死鬼啊！对对，那有什么意思啊？这还没意思。现在谁爱听这个？现在老百姓都喜欢那团圆的大结局。哦，都喜欢团圆的。哎，经过我的改编哦。注入了一些新鲜的气息。哦，您把这改变了。哎，我带着我这个新版的洪阳洞啊到这个美国巡演。哦，到美国去演。哎，到美国的芝加哥巡回演出。哎，那个嘎吱窝你没看看？嘎吱窝太味儿。那芝加哥也够味儿的。什么叫芝加哥？什么嘎吱窝啊？对，芝加哥他哥。好，我到这个大芝加哥那儿啊。对，大芝加哥讲话，芝加哥那儿巡回演出啊，演了七场，演七场，每场净挣$100,000，呼，而且美国人啊伸出大拇指表扬我。哦，怎么表扬你的？ Bad bad very bad， 我这个心潮澎湃。这是大拇指吗？您还真上芝加哥去了是吧？大拇指是这个。再说你人家这说的这得说好啊，你拜拜拜拜什么呀？拜什么呀？什么意思？哪个呀？哪个好？我们这句话是美国的俚语。美国黑话。拜就是好的意思。哦，美国黑话。哎，再者说了，他说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人 very good。 good 你得翻译，你得从后往前翻译。哦，他这个就是这个。哦，知道吗？您瞧我都不知道。哎，美国人特别的喜欢我。可了，对对对对，啊，怎么意思？哎，您能唱这戏吗？啊，这戏好。嗯，我跟你说，我可不是为了钱啊，啊我不为这个，给这戏教教我的。
教教您啊。我教会了以后你去那儿唱去，不，然后你拜着拜着，我不是那净挣100万，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为了钱。那您是为了喜爱这艺术，您新编的，我觉得喜欢这个艺术。哎，哦，那行那行啊，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这个新版的《洪阳洞》。哎，您说这说的什么呀？说的呀，孟良交赞，嗯，到北国盗谷去了。对呀，他们两个人呢，成功的把谷盗回来了，还盗回来了。杨六郎高兴，哎呦，大摆鸿门宴，那还是死了是吧？大摆什么宴席？大摆庆功宴。庆功，上来的鸡鸭鱼肉啊，山珍海味。嚯，哎，开了好几十瓶的路易十三。哎呦，上来的毛豆啊，甜蒜的不计其数。这在哪儿请客呢？这是怎么毛豆甜蒜都出来了？什么玩意儿啊？没豆汁儿啊，焦圈儿，这都有吗？要这那玩意儿干什么？不是您这都在哪儿请客？你是哪儿请？跟哪儿请有什么关系？不是那会儿有这东西，随便吃啊。哦，哎，最后请那个港台的大陆的美女哦，陪着孟良交赞唱歌跳舞。哎呦，港台的太多了啊！一提大伙儿都知道啊，有这么一位叫林志玲的，哎呦，哎 ，S 型身材。行行，你别比划了，知道大伙儿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成语来形容，最为贴切。哪个成语？轩然大波。轩，人家是那么讲吗？嘿，哎呀，林志玲，林志玲，有许慧欣哦，啊，陈慧琳，嚯，还有 Coco 李。扣扣李，哎，就是李扣扣，呵，哎，好家伙，这都是港台的哦，还有大陆的也有，大陆的也有，大陆的像什么宋丹丹呀，啊，杨二车纳姆呀，哦，呵，芙蓉姐姐呀，哎呦，曾轶可呀，您瞧，李宇春啊，李宇春，莫愁啊，啊，哎，这些哦，其中这个港台的美女呢，啊，陪着焦赞，大陆这帮啊，宋丹丹、杨二车纳姆啊，嗯，陪着孟良，嗯，您是来，我来焦赞。哎，我是为了艺术啊，来交赞。看你那个作死的节奏，什么叫作死的节奏啊？你来交赞。哎，我来交赞。啊，行，那我就来孟良。你来孟良，行不行啊？那咱归后台。哎，归后台。同场上。哎，演演您这新编的。那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哎，行行行，行不行？哎，走。那咱出场。看起来空嘞旷，一切嘞旷，机关秘密要紧的深。哎哎，行，别唱，不对，词儿不对。怎么不对？您这不是这词儿，不是这词儿。什么词儿？我国道有洪阳啊洞，这词儿。就这个啊？这不还是琼瑶版的吗？这不还是悲剧吗？美国人能表扬你吗？能给你$100万吗？还是老版的呀，你得唱我这新版。哦，新版多新鲜。那我什么词儿啊？你先问我这什么意思。这意思是什么？机关秘密要谨慎。机关秘密，哎，啊，你想想，我问你 啊，孟良交赞在谁手底下上班？在谁？在这个杨六郎手底下。对呀，啊，那是不是机关呢？是机关。那一般人进得去吗？那就有机关。那跟现在一样，公务员啊。哎呦，公务员不好来呀，啊，你得笔试、面试，啊，送礼，好多事儿呢，对不对？哦，你瞧瞧。再者说，孟良交赞到北国干什么去？干什么去？盗谷去。对呀，啊，你不能到这儿，我们盗谷来了。你不是疯了吗？对呀，那不就坏了吗？啊，那是不是秘密啊？那会儿就是有秘密，机关秘密要谨慎。哦，哎，那我唱什么词儿？你呀，啊，呵，后台问去，有前台对词儿的吗？好家伙，你让观众不都听见了？哦，后台对词。就别让大伙儿都后台。我什么词儿？你啊，你作揖叫老板，你客气点。你客气点，我唱机关秘密要紧的深，你唱侦探不过早已沉。还有侦探的事儿？老侦探嘛。好家伙，那会儿就是侦探。哎，001嘛。哦，对，侦探不，哎，
怎么回事？前台唱去，你在后台谁听得见？行，前面唱去。真弹不？我先唱啊！你唱啊，倒是你。我先唱。你先唱啊！你这胳膊都给我打掉了，你这。倒霉模样，长得跟山贼似的，你干什么呀你？你唱吧，我先唱。你先唱。机关秘密要紧的深，正谈不过走一程。暗，大花脸的，你不要脸呢？谁不要脸？你才怪！你听着戏词里有这个吗？上台的我是大花脸了，你有这么说的吗？那应该怎么报？你应该是往这一站，俺孟良，俺焦赞。这个孟良焦赞啊，我问你，孟良焦赞到北国干什么去？盗武去了。是不是偷偷摸摸去的？对呀、啊。没听说他孟良焦赞、啊，北国一听，哈，孟良焦赞这俩来了、啊，干什么来的？啊、甭问，准是盗鼓来的吧、哦？把机关枪架起来，嘟。哇！都秃噜了，有机关枪吗？那会儿老枪啊，老枪啊 ，AK-41 啊，好家伙了，哎，哦，您是的，那我什么词儿啊？你呀、啊，哎呦呵，后台问题啊，有前面对词儿的吗？我什么词儿啊？哎呦呵，作揖叫老板，你客气点儿、啊。没记性，我什么词儿啊？哎，我唱，哎。大花脸的，二花脸的，二花前面唱去啊！你在后边给谁听啊？观众在前面呢。二花脸，我先唱啊！您打顺了手了是怎么着？我先唱，你唱啊，唱啊，这个，好家伙！俺大花脸的。二花脸的，也不是脸，不是五十一。你吃了什么不消化的东西了？这吃什么东西？你说什么呢？这你不知，这是为了迷惑敌人。为了迷惑。孟良焦赞到北国干什么去了？盗武去了。是不是偷偷摸摸去的？对呀、啊。保不齐碰见熟人啊！一瞧，呀呵，嗯，这怎么那么像孟良啊？哦，这怎么那么像焦赞呢？啊，这就看出来。一听口音、啊、外国人、哦、外国人到咱北国观光旅游来了、哦、赶紧大摆宴席、哦、吃饱了喝足了把鼓又倒回来了，这不是一举两得三全其美的事儿吗？哦、哎、那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没甭问什么意思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呀，就是这意思，多新鲜呀、啊、那我该说什么？你后台问去。我该说，哎呀，你先说，鞠躬叫老板。是，我是老板。啊，对，我什么词？我什么词？啊，我说，还不出来不都不是你？对，你说，我说，伙计，我早就来了。哦，这是带口音，明白了。伙计，我到前头唱去。伙计，我来，你先唱去，这唱啊，你唱啊，你先唱。不是，你犯病了是怎么着？你谁犯病？你这吧唧吧唧老打我，你这是？我现在知道孟良焦赞怎么死的了。怎么死的？自残呢？这不？行行，咱把这免了吧，免了，把这免了，别打就行了，别打就行了。俺大花脸的，二花脸的 ，Ever never were you？ 胡继茂早就来了，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我不知道啊。傻小子一个。不是你这事，我就这应该说什么呀？你想说什么呀？我就我谁的儿子？啊，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啊。对呀，呵，你行啊你。我这版本你偷看了是怎么的？这意思，就这词儿啊你。这上台说了。对。哎呀，哎。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我是我爸爸的儿子。你可愿意？我当然乐意了。你不能，你得说戏词儿。戏里什么词儿？某刀认可。哦，得架了劲儿啊！哎，行，
谋到认可。把你国祭我两天，你可认可？认可你奶奶孙子。怎么骂街呢？不是你骂街，你像话吗？我刚想起来，哦，对，我是我爸我儿子，这一说，你还过继给你，我凭什么过继给你？哎呦，你糊涂，这是为了迷惑敌人。哦，我给你当儿子还没迷惑敌人呢。孟良娇咱到北国干什么去？到武去了。是不是偷偷摸摸去？对呀。你到那儿保不齐被人家逮着啊！一审问什么关系？什么关系？父子关系。哦。哎，准不是孟良娇咱吗？哦。得了得了，把儿子放了，把你不就放了吗？不杀我了。我这苦心你不明白吗？哎呦，您是为这个？多新鲜！哦，我怎么说？你呀、啊，你有一个心理活动。我还有一心理活动。你仿佛啊，嗯，500年前啊，就想给我当儿子。哎，一直啊没赶上这波。啊，对。这回可赶上这波了。哎呀，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一拍胸脯，横打鼻梁，谋刀愿意的很呐！啊啊啊啊！不是您要现形是怎么着？是吧？心里高兴。好家伙！高兴喜。高兴就这样。知道吗？哦，明白这意思。哎，你找着感觉，这感觉500年前，我就想认你、啊，一直就没得过功夫。对溜，这回赶上这官了。是，哎呀，我这一听，我心里就高兴。哎呦，打里头往外，我翻着毛刀愿意的很呐、啊，就这意思。你比我像现形呢，我跟你说。这500多年了，这行吗？啊，行不行？行行，咱再来。前面词熟吗？行行，咱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词熟。扛起得去，空来矿，一切来矿，机关秘密要紧的深，侦探不过走一程，暗大花脸的，二花脸的 ，everywhere in， 伙计，我早就来了。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我是我爸爸的儿子。你可愿意？我谋到认可。把你国祭我两天，你认可不认可？有心理活动啊。大鼻梁，谋到乐意的很呐！罢了，啊啦滴答滴啦答滴答啦答滴答啦答滴滴。哎，我说，回来，怎么接着唱啊？唱完了？没有啊，我过瘾了。你过瘾下后，我还没过瘾呢。你妈叫你回家吃饭了。别胡说了，后边交赞，大波跟美女跳舞那个，这你怎么来呀、啊？你说林志玲的、啊、对，这多有意思，你这接着往下来、啊、那是最后一集团圆大结局。那您唱这一集是？这是头一集。一共这是多少集？500多集。500多集啊。哎，咱们就唱后边，这有意思。最就唱最后一集。唱后边这集唱不了。怎么了？还没写出来呢。就你真蒙人了。你上来又打我又占我便宜，你闹半天让我美了半天，这我还没写出来呢。这么着咱再来一遍。啊呵，再来一遍。哎，上瘾了。再来一遍。走啊。不要不要，等会儿来一遍，可来一遍。换一遍。换什么呀？换一遍。等会儿等会儿先聊。换一遍。换什么？我来孟良，你来交代。我来交代。你来交代。你忘了那林志玲那。我毁就毁这娘们身上了，没事。我来谁？你来交代。我来不了交代。你怎么来不了呢？交赞这词儿我不会。那他们这词儿都是你教给我的，你不会。天机不可泄露。哎呦，这还天机呢。得了，就了，我来孟良。你看，我来教。走啊！扛了起来，空嘞，矿嘞，这里矿。机关秘密要紧的深。真的啊！我先唱啊，你抢我干什么？我先唱、啊、这玩意儿谁抢着算谁的，知道吗？谁抢着算谁的。哎，再来啊，再来啊、嗯、走啊，
扛了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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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嘞，矿了起来，矿。机关秘密要紧那深，谁家都战坛不过走一程。俺大花脸呢？二花脸，哎，怎么又调过来了？你快点说呀！我是大花脸，你说呀！俺大花脸呢？二花脸呢？伙计，我早就来了。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我是你爷爷的儿子。你倒认可？我倒愿意的很呐。你是愿意？好，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买卖论》，表演者高峰、栾云平。刚才两个演员呀说了这么一段，好啊，这是一个传统的节目。哎，这段节目叫什么呢？嗯，叫《洪阳洞》。对，两个人合作呀，唱这么一出戏。是。唱完之后呢，大家捧腹大笑。哎，两个演员后台呢稍微休息休息，歇一会儿。站在桌子外边这个演员呢，姓谢，嗯，大高个儿，小伙子1.9米，哎，名字叫谢金。哎，对，通过这个名字，大家分析得出来，分析出什么了？叫谢金这个演员呢，哎，命中缺金，哦，五行缺金，是，这不是迷信，嗯，有这个说辞，嗯，命中缺什么？名字当中就得带什么，缺什么就带什么，补嘛。啊，原来他叫谢五行，后来呢，等于说慢慢的补。原来的全缺。你说的对。哎呦，全不成。说的对。他一降生，他父亲抱着他，找个大师啊，给算一个名字。得说说。啊，你看我们这孩子降生了，您给算个名字吧。嗯。大师在这算，哎呀，算了半天，老先生啊，啊，这个五行里头没有你儿子呀。得。八卦里也没有啊。好，你儿子整个一十三不靠啊，打牌来了。这么着吧，先叫谢五行吧。谢五行，慢慢补吧。嗯，哎，这么小时候定名叫谢五行，是。后来想尽一切办法就补啊。哎，五行大家都知道，对，就是金银铜铁锡。后来呢，就补点。您说那是五金？五行。我。五行。我五金。五行是五行是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哎，这叫五行。对，后来就给他补啊，嗯，木啊，怎么补？拿大木头棍子天天砸他，啪啪的。哎呦啊，补这木啊，就这么补啊？拿开水泼他，呵，拿火点他啊，给他埋土里。这是下午4:30再刨出来。哎呦，每天埋8个钟头，种起来了。补就这金不好补，为什么呀？为什么？他需要钱呢。对，穿金戴银没钱啊。怎么办呢？现在还没补上。哎，叫谢金。谢金，独缺这金，正补金呢。是，等把金补上，他就不叫谢金了。那他叫什么呀？就叫谢了。谢，就一个字儿啊？一个字听软和啊？别软和。姓谢，人叫谢，全名叫谢谢。哦哦，谢谢啊！他爸爸为纪念，将来谁给我们补上金的？您给我们补上的哈。谢谢您啊，我是谢谢他爸爸，他们管我叫谢爷，谢爷代表谢谢，谢谢您。呵。多少个谢呀，表示纪念。嗯，当然这有半玩笑的成分。哎，逗着玩了。谢金确实命中缺金，是，这是一个不朽的传说。还不朽的缺什么名字当中带什么。嗯，缺什么带什么。对，你看郭德纲是不是缺什么带什么。他缺德。你这人呐，你老是让他缺德。我让他缺德呀？你说的缺德，你说呀，缺什么名字得带什么。缺什么带什么不假呀。嗯，他名字当中光是德吗？还有什么呀？还有其他字呢。嗯，大家记住啊，郭德纲不缺德。那他缺什么呀？缺刚。郭德纲缺刚，你琢磨这意思。不是不是，他们家缺水缸。嗯，你们家有水缸啊？我们家也缺着呢。现在谁家还有水缸啊？对，缺少阳刚之气。哦，这么讲，郭德纲是你师父吧？对，小时候名字不叫郭德纲，以前呢俩字叫郭德。郭德，他爸爸郭小德给起的，叫郭德。他爸叫郭小德呀，就他爸爸无不知百行通啊，什么事都是我明白了，晓得了。郭小德。哦，还是南方人，什么都懂。嗯，郭小德，郭小德，给他起名叫郭德。郭德，俩不是一个德字儿。哦，
可是这个郭德纲小的时候叫郭德呀，嗯，老是女了女气的。哦，说句文词吧，老娘娘闷闷的，你知道吗？这叫什么文词啊？一来二去，跟街坊二婶儿，二婶啊，那什么，咱老公俩翻身得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再回见了，二婶 啊，就有点像女同志了。哎，溜溜达达，郭德纲又回来了。啊，郭老以前就这样。最大的爱好是织毛衣，织毛衣，喜欢织毛衣。嗯，手老是这个兰花指。嗯，一拖长叫荷叶掌。呵，都以为他唱戏的呢。其实呢，其实没工作。嗯，他就这样。嗯，他爸爸着急啊。当然了，你说郭小德跟我这个头差不多，嗯，1.83米左右。嚯，比我这壮得多呀。魁伟，络腮胡的大眼睛。嗯，你这模样，这儿子女了女气的，让人笑话。对。他得说说这个郭德，得教育教育，说德纲啊，你不能这个样子。他爸也这样啊，你看爸爸这胡子都到这儿了。行行行，你怎么能这个样子？这一家子都跟娘们似的。这有什么话？不是，他爸和也女了女气呀。他爸爸呀，原名啊，原来不这样，原来太阳刚了，是补点温柔补过了这样。反正就是说什么呢，这也许有点迷信的色彩，嗯，但是说什么呢？啊，这是一个个人喜好，对，有的人信呢，有的人不信，那可不是吗？信的呢，您信您的，嗯，要不信，不信呢，您就别信，这都是废话呀，是不是？您对这怎么样？我就不信，不相信，哎，对，无神论，哎，说的就是我，这样也好，嗯，就信什么信命，哎，对，是不是？哎，哎，这个命里有时终须有，嗯，命里无时啊，别强求，对，这是好话，啊，对不对？不要每天呢就被枷锁累。有点什么事儿啊都往自己身上装，是活着也累，那可不嘛。每天您就来听相声，嗯，哈哈一笑有益身心健康，是人这一乐对您帮助太大了。有什么帮助呢？哈哈一笑清气上升，嗯，浊气下降，呵，二气均分，食归大肠，水入膀胱，增进饮食，益寿延年，身体强壮，多大帮助，有好处。对，票价也不高，哎，30-50块，180块，几十块钱往这一坐，哈哈一笑，乐一晚上，3小时啊，多有意思啊。嗯，如果说不爱听相声，哎，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对，最讨厌德云社的相声。哦，不喜欢咱们这儿。有这样的吧？有啊。我可不是吓唬您啊。嗯，各位没有吓唬各位的意思。不是，怎么了？如果说您要是不爱听德云社相声的话，嗯，别多了。多少日子？3月。哦，100来天吧。3个月，您要是不听德云社的相声，您再看看您怎么样？您省好几百块钱。这不废话吗？啊，你们信不信吧？人全信。啊，人不来这票钱，这不省下了吗？不听相声，除了省钱没别的区别。嗯，但是希望您常来。对，这一乐呀，晚上起码能睡一好觉。哎，踏实。转天工作起来呢，比较有精神。嗯，甭管您什么行业啊，您在电影院里边给人放片，是；您在马路边上，你给人家卖报纸，嗯，都是服务行业。对呀，说相声也叫服务行业。嗯，服务行业包括很多种啊。都有什么呀？你比如说做买卖的。买卖，这就属于服务行业。嗯，买卖能忍叫和气生财。哎，这句可老。和气是手段啊，生财是目的。而为挣钱呢？哎，这话说的太对了。嗯，他为了赚钱。是是。要都不赚钱呢，那谁还做买卖呢？就不做买卖了。哎，比如说我8块钱的成本，嗯，我进货啊，进了10000件，呵，每件我卖9块钱，哎，1件挣1块，我就能挣10000块钱。嗯，8块钱进的货。挣了，那就进了10000件，嗯，每件我卖6.5块，嗯，我就赔15000，这不疯子吗？一般做买卖的呢，这样的还不多，没有这样的，做买卖都是讲本图利，对，批发价上货，嗯，零售价往外卖，嗯，从中渔利挣这个差价，对呀，也不容易，哎，得讲究和气，和气啊，和气可是和气，嗯，但是有的时候和气的呀，让您摸不着头脑，这什么意思呀？你瞧，其实是啊。反对您，实际上是向着您，是吗？这话您不明白了吗？不懂的了。比如说，给您举例子，哎，您举举例子。现在来说，这种买卖不多见了。这是卖什么的呀？过去常有，嗯，卖布的。布店，有个布店叫新风布店，听说过吗？嚯，这可是老布店。你看我们做这个大褂啊，啊，又叫长衫，嗯，得买这个布料。对呀，这个布料呢，它有呢，脏不脏啊？嘿。就是说这个料子还吸水，我这儿也没有汗呢。这个料子呀，就得到布店去买。对，他这也是买的，我可没买的。然后再找这个裁缝师傅做。是，这个大褂没有买现成的，嗯，穿上不合适。量体裁衣嘛。哎，这个卖布的有这么一个特点，他什么特点呢？这顾客怎么挑毛病，哎，都给你圆满着解答。
是这样。就说您挑的这个，它不叫毛病啊，这都不叫事儿。哎，圆满解答，让你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呵，对不对？哎，都是这规律。是这样吗？当然喽，咱学一学好不好？谁跟你学呀、啊？您跟我学呀、啊。咱俩表演表演。对呀、啊，可以。您就是卖布的，我就是买布的。我是一个卖布的小伙计。哎，我可挑毛病啊。您是一个买布的大顾客。对，您来到这儿呢，您要买一买布，是挑挑毛病，我给您圆满解答。好啊，让你心里高兴。行行行，来模试试。我可净挑啊。他不乐意了，你看看。你先劝劝他。我不劝，你能挑布了。挑布了，不要摔了，同志们，咱茶碗有限啊。哟、哎、呵，哎。哟呵，握握手，吓我一跳。这个，那个，贵姓？免贵姓栾。哦，钱先生。哎，哎，等等等，我姓栾。哦，您姓严。对。，我干嘛姓严呢？姓栾。您姓栾啊？哎呀，栾老师，不是吧？我姓田。哦，田先生。我怎么又姓田？这句我倒听清了。栾。栾呐。啊。还有这姓呢？没这姓我怎么姓的这姓？不是，我没遇上过姓这个姓的顾客。今儿我让你遇上遇上。栾先生，哎，你上我们这儿嘛来了？我买块布啊。啊，对，我们这是布店。就说呢，花色特别齐全。嗯嗯，您看看哪块，我给您拿起来。哦，哪块？我得慢慢挑啊。啊，不着急。我眼神也不成了。嗯，搬出去得了。哎呀，这就是什么卖布？我这个。您这五个手指全出来了，哪个是？谁出来了？这个呀。这个哈。啊。好眼力。嗯。这好，本月新到的样子，哟，这还新颖，属他卖的最快呢。好，我瞧瞧这，您试试，哎，您看看这花跟真的似的，你看看这，多讲究，哎呀，看看，嗯，这布多好，半年不洗都不味儿，你看，好家伙，我闻闻，您还别说，真不味儿，哎呀，花多好，不是，这布可有点消，什么？您说消消啊？哎，您说它织的不密，对对对，您这属于外行了，什么？写外行，哎呦。这个布看着消，嗯，还没下水呢，要下水呢，越下水越密实，是不消，绝对不消。好啊，你这都还消，你说豆不见亮，还真是，是吧？哎，对对，哎，这下水掉不掉色啊？要说一点色不掉，您也不信。你看完了，那也是瞎话。是花布啊，头一水掉点浮色，嗯嗯，二水之后保证不掉，是吗？再掉色拿来退您钱，呵，怎么样？还保退啊？哎，还奖励一块巧克力。嘿，我还爱吃巧克力。你看看，哎，您这面子窄吧？面子不能窄啊？怎么叫不能窄啊？咱这有尺啊。您管着吗？别墅都是二尺四，是他不让您量。对对对，您自个儿带尺，他给您撅喽。哎呦，咱这二尺四，您随便量啊。是吗？足足的。就是九寸的尺也行啊，九寸你看您随便量，一尺的尺咱都有，一尺各种尺，真的假的咱都有啊，真的假尺，随便量，啊、二十四，你看怎么样？贵不贵呀、啊？不贵啊，不贵啊，咱这是调价之前上的货，是是，刚上完货，哎，批发价上去了，嗯、啊，所以咱这最便宜，嗯嗯，别处都卖二十五，哎，咱这卖十八，十八块钱。怎么样？十八，便宜不便宜？哎，您看我要做一旗袍得扯多少啊？楼梯在那边呢，您出去。哎、怎么这怎么不让买了啊？你连头发都没有，做一旗袍好看吗？不是我穿的旗袍，谁穿呀？我妈。哦，你母亲？对对，你母亲今年九十几了？别九十几呀、啊？多大岁数？五十。五十岁？哎，五十岁呢，一般的个头差不多这么高。哎，比我矮半头。啊，这么高的个头有一丈二差不多。好啊，我给您量一丈一。那不够了？够啊。怎么？我偷着给您让点布边，你还送我点啊？保证料子够用。嘿，不耽误材料。我谢谢您。怎么样？谢谢谢谢。这块就一丈一。好好好，给您得了，包上了。怎么样？嘿，你瞧，你看这模样，这高兴了。哎，把钱接过来数好了，往箱里那么一扔，嗯，顾客来的时候高兴，走的时候满意，我还挺满意。其实我根本就跟你反对着，嗯，你说什么毛病，我说这不叫毛病、哦、跟你解释清楚，你把东西买走了，是 是哎，这是一个特点啊、哦、哎，咱比如说我是这个买布的，我挑毛病、嗯、你跟着我一块儿挑，这多好啊。你这人你又胡来。我又怎么又胡来？你那意思你挑毛病啊、我不跟你解释清楚，不用解释，我跟你一块儿挑，一块儿挑，那你就不买了。买呀，你这是防止我上当啊，是吗？是，咱再来一回，再来，我卖布，你买布啊，哎，来吧，先生，有话，哎，您看看布，瞧瞧布啊，行，哎，也该看看了，是，嗯，这叫什么话呀？我来这块儿，来哪块儿？这块儿，
别哆嗦行吗？我哆的哆嗦了。别哆嗦，直好了。哎，哪个？这个。你至于这么凉吗？还？是这个。就右边这个。这上面这个哈。对对。这个哈。嗯。是犀牛图案，这是吧？对，我喜欢犀牛这个。哎呀。来，看看。犀牛多好，真的是怎么样？看叫唤没有？哎呀，这铺上真好。哎呦，这不成，怎么的？这铺笑啊！哎，外行笑，纯粹外行。怎么？这铺看着笑，嗯，实际上啊，它真是笑。嗨。那可不是，你说消不是你说的，我说的，你说消就消，这还没下水呢，要下水呢，下完水还做衣裳，嗯，做蚊帐正合适。嗨，蚊帐上挂犀牛也不好看呢，好些小犀牛呢。哎呀呀呀，多好，不是，确实消的厉害，不是，啊，您慢点拿一会儿散了，呵，您稳住了，稳住了，不是，您这下水掉不掉色呀？掉色呀，它搭那脆。那花布有不掉色的吗？我这不是花啊！你打打听那犀牛的布都掉色，是洗一水掉一回色，哎，洗一水掉一回色，嗯，关键它都掉光了，你穿本白显得还你干净呢。本白，对不对？掉那色蓝不蓝绿不绿的，哎，穿你身上跟王八皮一个色，这叫什么话呀，啊？这叫就是掉色掉的特别瓷实。我觉得你这面子不够窄，窄，对，嗯，就是窄。就窄，您可看太准了，是吗？别墅都二尺四，嗯嗯，咱这一尺一，才一尺一，一尺一，那你还卖这么贵？就是贵啊！啊，咱是特意等他们涨价以后，咱上货去了。有毛病，别墅都卖18，咱这儿呢94。呵，您来几米？我不要了，就剩那犀牛，我也不要啊。不，你要的犀牛这图案？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您走啊！我走了，您走，我跟您一块走得了。你干嘛去？掌柜的想弄死我，对，活该。没有这么做买卖的，就是让顾客心里边不舒服，嗯，人家就不买了。对啊，你倒不如把人家挑的问题呢，你给圆满的解答。是是，哎，这样的买卖倒能谈成。嗯，另外这个做买卖还分和气的买卖和不和气的买卖，分这么两种。对了，我问您，什么买卖和气呢？其实大部分买卖啊都特别和气。哦，好，你看，给您举例子吧。哎，您说一样啊，比如说卖鞋的。鞋店呢，嗯，特别和气。是吗？现在您穿这个皮鞋也好啊，啊，运动鞋也好啊，嗯，您到专卖商店去买。嗯嗯，过去也有专卖商店。是皮鞋很少啊，都是什么呢？叫布鞋。布鞋啊，老北京的最有名的牌子叫什么？叫内联升啊，这是老牌子了。里头卖那种布鞋啊，我们说相声上台全得穿这个。对，都得穿内联升的。啊，你知道吗？嗯，过去卖鞋的特别和气。好啊，和气到什么程度？各位您说说，就算你不打算买鞋，从鞋店门口这么一过，这个伙计都能把这买卖做成。哎，有能耐。不，那儿没遇上我。遇上你呢？遇上我，我就不买。为什么呀？那我没打算买，您说出什么来我也不买。不，你打这一过，只要看见我一受感动，准得买走。不会的，不会的。不信咱试试吗？表演一回。行啊。您啊，您等会儿。哎，您呐就好比是个六客，哎，逛庙的嘛，就遛弯的。是我呢，在这个鞋店门口呢，在这儿等待着您。嗯，好不好？好好好。鞋店小伙计。行行行啊，您看看您买走买不走？您试试。来，不打算买，我买什么？小华，哎，先生，啊，您这逛窑街去？什么玩意儿？您上哪去？我这瞎溜溜。哦，溜达溜达。嗯啊，那行了，屋里坐一会儿啊。别，屋里坐。这什么买卖啊？我们这儿啊，鞋铺。不不，我也不买鞋，我也不进去。不不，不饶啊！没让您买鞋。嗯，外头这个挺热的天，您进来歇会儿腿也行啊。歇会儿腿，啊，歇会儿腿。来来来来来，您请坐。屋里啊比较凉快。是，请坐请坐，您就坐这儿坐这儿。哎，小张，小张，沏壶茶来。我真渴了。这是咱们老主顾了啊，每年都买个10双8双咱们鞋。不是，哎，来来来来，我去去去一碗，您喝。亮亮啊！嗨，哎，呀，您这烫啊！我爱喝这烫。这是开玩笑，这碧螺春吧？这是啊，对对对。山楂糕吃不吃？山楂糕就不吃了，来一块儿，来点热水。来山楂糕。哎呀，我给你洗个黄瓜去。我不吃黄瓜，有点这热水就挺好。败火呀！行行行，您喝您的啊。哎，我再喝一会儿，行了，咱告辞。别，先别走啊。闲聊天。干嘛？工作很顺利。哎，挺好。你大哥还在南京呢吗？还在南，我没有大哥呀。哦，对，不是你。这个。哎，对了，您这鞋，您现在您穿多大号鞋？鞋这还看不出来吗？您脚穿多大的？42的。42啊？42号。42是42哈。对呀。42，
四二就是二六的是吧？哎呦，这我还分不明白了。小张，把那四二那个鞋便鞋，哎，就那个。哎，好，李富尼拿过一双。别拿了。干嘛？你打我干嘛？我根本不买，你别拿了。没让您买、啊，就喝口水。您穿上试试，您看看精神不精神？是吗？你闲着不也闲着吗？哎呀，你穿上试试。我穿上。把这穿上。把这穿上。穿试，踩一脚，看看怎么样？精神不精神？跟定做的一样。不行、啊。合适不合适？爸爸。嗯。大。什么大大呀？是您有外行了。怎么了？新鞋呀，穿大不穿小。嗯，咱这个鞋呀是旋子活。嗯嗯，你乍一穿着有点大，走着走着走两天，哎，一回旋正合适。不是，我说我脚大。脚大鞋小啊？鞋小啊？对啊，鞋小就对了。怎么又对了？新鞋呀，穿小不穿大。嘿，你刚一穿上就合适，走两天踩松了，一松旋你就不合适了啊！现在穿着不是鞋有点小吗？对啊，踩着踩着一松旋正好。是啊，多新鲜呢！您这鞋大能回旋，鞋小能松旋，这鞋里有松紧带啊！这叫什么鞋？这叫你看样子号咱有的是啊！哎呦，我觉着了，这底儿太薄了。底儿薄好啊？薄啊？底儿薄好啊？怎么叫好啊？走道轻省，显得您利索啊。对不对？底儿厚，底儿厚也好。怎么还好啊？我砖头瓦块大头针儿，它不硌脚啊。嚯，哎，脸长了，脸长好。怎么？脸长不往里灌土？那当倒是，对不对？脸短，脸短好啊。怎么还好啊？透风，您不长脚气。嘿，好的，我也挑不出毛病来了。怎么样？看来这鞋我必须得买了。样子也是新到的。行行行，多好。那我来一双吧。包脚啊，来，来一双，来一双。四二的是吧？哎，四二的。哎，您家那个小少爷今年三岁了。都三岁了，可不是吗？虎头虎脑的啊，长得快着，长得一点都不像您。就是啊，哎，这叫什么话？怎么叫不像我？比您长得漂亮。是是，你这不是岁数太大了。嗯嗯，小张，三岁那个儿童小便鞋拿过一双来。哎，您先等一等。你穿上小便鞋，到时候尿得多。什么小便鞋呀？这双啊，我都没想买啊，这双我就更不买了。这双哟，这双不卖给您。不，那你拿它干嘛呢？赠送。我买一大的，饶一小的。嘿，本店新规定，好好，买一赠一，买一大的再送您一双。我要，送您一双，谢谢您，谢谢您，好不好？好好好啊！以后一会儿留个电话，干嘛呀？再有什么需要，您甭跑了。那我们怎么来呀？知道您的号了，是打个电话，连大带小都给你送家去，还管送呢，好不好？太好了，您先别走，怎么？您把那双鞋那钱您给我呀？对呀，一收钱，嗯、乐得呼的，你看他这模样，我还挺高兴。把鞋买走了，是是。其实小的那双鞋，那鞋钱全在那大鞋里头了。啊，对，这肯定是。他觉着是买一赠一，嗯，顾客高兴了，买卖也谈成了。哦，你看和气不和气？还真够和气的，是不是？哎，那什么买卖不和气呢？不和气买卖也有。什么买卖啊？棺材铺。呵，瞅长这样。不和气啊？现在没有了。嗯，过去那个死人卖棺材那个地方，不和气。是。就是朋友来串门吧。谈天说地跟你聊别的，嗯，临走往外送有一句生意话，说什么呀？大哥您走啊，啊，往后别人家里要有闲事啊，你给咱这张罗张罗。嗯，别人家里要有闲事，嗯，您给张罗张罗。往外布，就算是买棺材的来了，嗯，挑完样子给完钱往外走的时候，连回见都不准说。是啊，往外送送客人。怎么送啊？先生您慢走啊。嗯，回见。嗯，当时挨嘴巴，回见，别人他妈我还来是怎么着？对，买棺材不能说回见，是是是，哎，一点也不和气哦，进来也不理你，哎，爱买不买，不买更好。我这就叫派头了，就是有派头。不不不，这卖棺材准没有卖鞋卖得快，那倒是。要依我说，卖棺材的应该向这卖鞋的学习学习。那怎么学习啊？不是也和气啊，拉主顾啊。棺材铺的小伙计在门口站着，热情一点啊！有过路的往里拉生意，太对了。那离挨揍就不远了，那个，咱可以试试啊。你出的主意，哎，比如说啊，嗯嗯，我是棺材铺那个小伙计，我呢，您还在这遛弯，行，遛着遛着，我发现您了，看见我了，往里让您，好好，看您高兴不高兴，咱们试一试。哎，先生，您留步，干嘛？干嘛去？我这溜溜弯儿啊，瞎转悠转悠。可不，这是小穷转悠。挺热的天嗯，屋里坐一会儿啊。这是什么买卖？棺材铺。棺材铺。坐一会儿。棺材铺，我别进去，我不。
没让您买棺材，那让我干嘛？您坐着歇会儿腿啊。哦，屋里他这个气氛特别，他阴森，他特，不是他凉不嗖嗖的呀？是倒是凉快，是不是啊？嗯，您屋坐会儿，我坐。来来，请坐，请。哎呀，这椅子都站着了。是，您就坐在棺材盖上吧。啊，坐着吧，里头没躺着别人，您坐。废话。歇会儿腿啊。哎，歇会儿。小张，给沏壶茶来。我还真渴了。这是咱们老主顾了。每年都买个十口八口咱们棺材，你知道吗？你们家是见天死人呢。山楂糕吃吗？不吃不吃。哦，有那个人形的冰棍来一根。嚯，多膈应人呀！我不要不要。一头大一头小的呢。废话，全一头大一头小。不要哈，您先坐着啊。嗯，工作挺顺利的哈。哎，蛮好。哦，没事，你工作环境热不热呀？不热呀。哦，行。干嘛你啊？您这个闲聊天，身高现在是维持在多少？1.75米。1.75米，1.75米是吧？对呀、啊，1.75米，你要干什么你？哎，这口棺材装你正合适。不，上面两方螺木底，金丝楠紫盖，不是，把你搁里十年烂不了。不，是不是那是？咱躺里试试。什么叫躺里试试？我不躺，我不要。你怎么不躺呢？我不要啊，就跟定做的一样、啊。什么叫定做的呀？您家小少爷今年三岁。三岁。小张啊，哎，新到那3岁儿童小匣子抬过一个来。呵，不要您钱啊！废话，本店新规定，干嘛？买一赠一。不，买一大个的找一小的，到时候把小的搁大的一盖一盖，您一块儿就抱走了。以后哎，留个电话，打个电话，连大带小都给您送家去。我送你们家去？送你们家多好啊！不是这小棺材要它干嘛使啊？哎呦，有用啊！干嘛呢？拿家哄孩子玩啊！这怎么玩啊？你按色轮子当小车推呀、啊！这玩意儿多闹得慌啊！闹你把盖钉上啊！那不闷死了吗？闷死太好了！这个推坟地就埋了。去你的！谢谢诸位。哎，传统的一个小段，嗯，叫什么呢？叫买卖论。哎，这个节目啊，大家都会说。呵，为什么还得表演呢？啊，因为我们也会说。你看这个相声题材源于生活，嗯，但是有个要求呢，是高于生活。对，现在的生活中啊，和过去生活那个变化太大了。哦，现在不是算春天吗？哎，开春了，春暖花开了。啊，你看这个刚过来这个冬天呢，并不是太冷。嗯，北京就下了一场雪。对，下的雪虽然不小吧，啊，就下这么一回。是。家家户户的在家待着看着雪景呢，哎，并不感觉到寒冷。嗯，为什么呢？家家有暖气。对，没暖气的呢，您开开空调啊，感觉身上特别温暖。您倒退些年没有这个条件。那以前呢？冬天使什么取暖呢？这是都得生炉子。对，像我们这个年纪小时候都赶上过龙火生炉子。嗯，有煤球啊，有蜂窝煤，有硬煤块。对，全都有。嗯，再往前那个年月呀，啊，生炉子都不是这么方便。那怎么取暖 啊我们小时候是买蜂窝煤。哎，您到那个煤厂子也好啊，到这个煤铺也好啊，嗯，拎块儿啊，买400块500块搁家囤着，是一天烧一天烧，这么烧完再买去。对，都这样啊，烧煤球买煤球。嗯，再往前的没这个啊，有煤块煤沫子掺在一块卖给您。哦，都算你的，都是这样。呵，你看比如说吧，那阵楼房也少啊，是啊，平房小院。嗯，小院呢住着小两口，两口都20多岁。嗯，女的长得漂亮啊，男的也很精神。嗯，男的呢自己有一个小买卖，嚯，平常呢去盯买卖，还趁俩钱儿。女的呢就在家待着。嗯，冬天了该取暖了。对呀、啊、从那个煤厂的煤铺啊，嗯，买了一堆，是挺大的，好几百斤呢、啊、连煤沫带煤块都有。嗯，煤块好办呢，是拿个叉子把煤块都扒拉出来，哎，糊了过来直接可以烧火。是，还剩好几百斤煤沫子。煤沫子，你这怎么办？嗯，你说扔了吧，怪可惜的。那都是钱买的，跟煤块一个价钱买回来的。太对了，你说这怎么？你得烧啊。嗯，你光煤沫子往里扔啊，啊，扑火不着啊。那可不嘛，你得把它呀变成煤饼子，嗯，变成煤球。是，怎么办呢？你直接团煤球，它不粘，不粘。怎么办？得往里掺东西。掺什么呀？掺黄土。哦，黄土它是粘性，嘿，你看这就是生活。对，黄土掺进去啊，拿一个笸箩这摇、哦，这叫摇煤球，是越摇越大，越摇越大，哎，够那个大小了，搭出来这就能烧火。嗯，煤沫子，
连黄土都掺好了啊，谁来摇煤球？就这两口，这是一个体力活啊。对，男的呢，虽然是男同志，也很瘦，嗯，胳膊跟麻杆似的，啊，一看就没劲儿啊，一撅就撒，一蹲就流的，呵，这不行，干不了活。嗯，女的挺漂亮，也不干啊。男的跟女的互相埋怨，怎么？赶紧啊，你干干这个，你摇也没球啊，你不摇，过两天一下大雨全冲了怎么办呀？全糟践了，咱那屋都没法走了。我可不干这个，嗯，我盯买卖没工夫干啊，女的也不干，男的也不干，互相推。你说这么办得了？哎，你不是不愿意干吗？对呀，咱等这种工人，嗯，等这种工人。哦，单有这么一种工人，是摇煤球的，就指这个，没有本儿，嗯，凭力气挣钱吃饭，哦，摇这么300斤煤球吧，给现在说话吧，给几块钱，嗯，给10来块钱，体力活。这种工人特别少，呵，愣等啊啊！这女的跟男的说好了，说这么办啊，今儿个咱必须得找着，今儿可能得下雨，啊，头下雨咱把煤球弄出来，你呀，去找旁边杂货铺，杂货铺老板呢，你跟他聊天去，你听我信号，嗯，我打嚏粉，打喷嚏就是信号，还要暗号，不打喷嚏你别回来，嚯，打喷嚏你就回来敲门，好，男的走了，是。刚走，女的把大门打开，倚着门框看着胡同，反着手踢着牙，嘿，你瞧这劲儿，长得漂亮，是20多岁，你想指甲留到这儿，挺长指甲，这踢着牙，斜倚门框，嗯，这胡同里边呢人特别多啊，那边过来一小伙子，男的，也看着20出头，嗯，身材不错，挺有劲儿，个儿也很高，这女的在这儿。进来，嗯，进来，喝。家里没人，就我一人。进来，小伙子一看，挺漂亮，人叫你，就叫你呢，没别人。进来，你跟着就进来了。嗯，刚一进来呢，这女的回手把大门关上了，刚一关大门。阿切，是暗号。阿切，阿切，男的一听打喷嚏，哦呵，来了。王大爷们，你坐着你的啊，我得回家了。到门口，棒棒棒，开门，开门。是。女的假装吓一跳，哎呦，坏了，外边敲门那个是我爷们儿，你给他开门，不能开门呐，一开门就出人命了，他就死了，你就死了，他死得了吗他呀？你说关上门咱俩又不认识，咱俩在屋说不清楚，那不你让我进来的，我让你进来不行啊。他说他出差了，走一礼拜，怎么这就回来了？哎，对了，落东西了，嘿，刚走嘛，落东西了，他回来拿东西，拿完东西他还得走，走了之后咱俩想干嘛干嘛，好不好？那现在怎么办？现在你也别藏，你越藏越暴露，那怎么办呢？你指那没墨的，看见了吗？这不是没墨子吗？你装那摇煤球的，嘿，这不有旧衣服吗？有破了，你化妆成摇煤球的。好，他正让我找呢，他问我你是谁，我摇煤球的，他还得谢谢我。是，那个提谢就远了，没关系。好，我来摇煤球的。嗯嗯，别动了刀啊，先摇着煤球吧。他理亏呀，旧衣服穿好了，拿铲子铲呐。哎呀，干吧，没干过这个玩意儿。嗯，破了里刀，这开始摇啊。这女的弄一把煤墨子往脸上呼啊，对，还得有这假象啊。这才开门。嗯，那怎么那么还得开门啊？你这怎么回事啊你啊？都给气的。可不是嘛，我跟谈价钱呢，谈价钱呢，摇煤球的找着了。嗯，你知多难呢？哟，找着了。嚯，在哪儿呢？哟，这儿呢。嘿，才看见。你看小伙子摇着呢，卖力气，四脖子汗流啊。是，不卖力气出人命了。对。他心里话，你拿东西赶紧出差赶紧走。嗯，他在这看着你不能闲着呀，他干吧，接着干呢。哎呀，这摇成煤球到这边上接着铲了，俺瞧一点不歇着。是，这是多门手艺。哎，这是瞧，看了有半个多小时，好家伙，真卖力气。一会儿多给俩钱啊，我出去打点酒去，打点酒咱喝点回来，我还得接着看。还看，小伙子心里话，不出差吗？嗯，怎么不走了？这怎么着？他自在这儿，你这玩意儿就得摇。对，一会儿男的出门打酒去了。嗯，趁这机会把这破了啪扔地下，
旧衣裳撕吧撕吧扔地下，脱了，打手指指这女的，指指她，我说不出话了啊，牙都黑了，呵，白眼珠都黑了，哎呀，耳朵眼里全黑了，嗯嗯，溜溜达达出来，别上班去了，对呀，上班的以为没探问工团的呢，啊，洗澡去吧，是，找个澡堂子洗澡去。给澡堂老板腻歪坏了，对，全是没墨吃的水全黑了，他搅和了，这两口子高兴了，是一子儿没花，嘿，四百多斤煤球有了，哦，摇出来了，嗯，可是过些日子呢，这女的又在门框这儿站着，啊，倚着门框，赶上这小伙子呢又打着胡同走，嗯，上班啊，人必经之路，对，你看又那小伙子，哎哎，进来，又来了，进来，家里没人，呵，就我一人，进来，小伙子一看是，嚯，嗯，真快呀，怎么了，都烧完了，明白，谢谢各位幽默小段，哎，啊，也是一个老笑话，是这种现象呢，过去来讲呢也普遍存在，嗯，就是什么呢，叫损人利己，哎，啊，利用其他人呢来为自己服务，是，然后剥削人家的劳动力，啊，这种现象呢到哪儿都有，坏门 啊您看我们后台来讲这些演员呢，啊，就是一个小社会，哎，什么样人都有，挺有意思的，对，您拿这谁来说吧，谁呀，于谦，哦，于老师，大家非常的喜爱。嗯，于谦老师最喜欢的就是喝酒。哦，爱喝酒。有的时候出去喝酒去啊，一喝喝的半宿。还真这样。夜里一两点钟回来算早的。对。他媳妇儿真不错啊，在家给他等门。好啊。甭管多晚，等于谦回来，两口子才睡觉呢。嘿，你看看，是这不挺好的事吗？啊。那回于谦有点过了。怎么叫过了？你喝了一宿的酒。一宿啊。早晨起来七点。才从外边晃晃悠悠，这才回来。早上起才回家，这还拿着半瓶白酒，还惦喝呢。嗯，打着太极拳就回来了。您学一学。嗯，就是喝的太多了。左抱球。嗯，嗯，右抱球。嗯，这是野马分鬃。回来了。是。回来了，你晃晃悠悠回来也得给开门呐。那对、啊。把门一打开，媳妇一看，于谦，嘿嘿。喝吗？嗨，喝吗？这酒腻子呀，酒劲还没下去呢，媳妇气坏了，怎么回事你？哪玩去了你？啊，一宿又不回来，你说，干嘛去了？像话。于谦这时候酒稍微醒了一点，是，干嘛去了？干嘛去了？我没干别的。干嘛去了？我是一个相声演员。你说这干什么？没回来，研究相声啊，到现在。这想研究相声，你得鼓励我，还鼓励你研究相声，研究成这模样，哎，你有病啊你啊！黑更半夜不睡觉，一个人拿瓶酒研究相声，你啊，嗯，啊，不是一个人，啊，一人能研究这么晚吗？呵，我俩人，俩人研究，俩人研究，哦，还谁啊？是，这时候于谦把我想起来了，你，我们俩住得近，嗯。跟谁你知道吗？跟谁啊？跟高峰。哦，就是他。高峰。嗯，我们哥俩关系最好。是。我们哥俩研究相声。哎。研究到六点半。呵。回家整七点。哎。跟高峰研究一宿相声。研究一宿。一提我的名字，他媳妇气坏了。怎么？抡圆了给于谦一嘴巴。还打上了。连编瞎话都不会编呢，瞎话跟高峰研究相声，对，胡说八道，为什么呀？高峰昨天晚上在咱家一宿就没走，好，我们今天的演出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光临，我们明天再见。